二。认识老母娘。一，天邪线上帝是否存在？二，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孔子说过：“祸罪于天，摩所到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有违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欲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巍巍乎，为天伟大，伟大呀！只有天最高大。三，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四”四道，大道无形，身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常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清净经五，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叹息，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罗马书1:20。6，有一位真神等于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这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七，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新约约翰福音1:13。8，圣经创世纪1:1-5。
General 一比一，起初神创造天地。General 一比二，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General 一比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General 一比四，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General 一比五，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九，老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时。老等于明明上帝，老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又称明明上帝。十一，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因之位丧失，可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朱子和臣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五六页 tilde 十二。清净经云：大道无形，深欲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德经首五章第五十二：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莫生不殆。老十三，黄旭子十戒丢的三戒，唯道独尊我独尊，生克制化老生分。三界十方为主，养育圣凡以灵根。丢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十四，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信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一切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十五，天主国与自信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十七二十一十六，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有误混成先天的身，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谓之名曰大。大曰是，是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的大，人亦大。狱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的，的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十七，大万君之耶和华说，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位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一十一。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十八。黄老即是无极老，无极老祖，无生老。黄天父，天上的父，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明上帝，道真理。十九，老辞训，明明灵灵一点光，上帝赐而真宝藏，无量慈怀传一指清虚大化救元皇，至尊无上威灵力智圣心法富贤良，三界法与慈云布十方共沐朝娘，万灵归根乐欢喜真彩无畏居天堂。二十，老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二十一，以明明上帝圣号之意义，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即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是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二十二，如帝尧之大仁，虞舜之大孝，夏禹之大功，文王之大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大慈，释智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观胜之刚正，纯阳之虚名，五目之精中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二十三，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景泉、白云彩虹、雨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石，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海中。二十四，无量清虚，形容明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行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
至尊至圣，世尊崇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敬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表上地的性体，尽虚空变法界，魔所不在。 EX 三界二十八天图。二十五，万灵真载，说明上帝的圣灵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未万有之本源，万化的真主宰。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再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或以自为代表，其意亦如同明明上帝具有形上意与形相异，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二十六，三界十方，万灵真载无量清虚，至尊至圣，言其本体，尊崇其位，敬奉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遍布恒永，再不无言，违犯其极行，容其大说，敏其香。二十七，敏敏上帝，自与母同音同义，自行与古字相近，字的形意。宜中家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合一位，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直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合一即是佛也。二从灵代表无极，从代表真如本心。三中线拉直透出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管乎太极之中。四母自正转九十度，表示先天灵性之先天，乃万灵主宰，灵性之母亲，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二十八，字的形意，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动身阴阳，从代表真如本心。二十九，各教圣人对老的尊称，一如教天上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理，所以是上帝天命之谓性。诗经小雅，明明上帝昭临下土，大雅上帝临汝，无二而心。书经汤告，为皇上帝降忠于下民，若有恒性。三十二，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声等法华文具绘本，法身如来名毗卢，此番译便译切处。谈经疑问品，若悟无声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大日经书亦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暗变名之意也。
同十六曰：所谓毗卢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事业。今法身如来意，复如是，故以为欲也。三十一，三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的身，既息疗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耶教，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五回教，阿拉真主。古可兰经卷一，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名。六先天大道，无生老，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三十二，真主。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二十九比六十一，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二十九比六十三，三十三，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一百一十二比一，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一百一十二比二，他不生也不被生。一百一十二比三，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一百一十二比四，三十四，真神等于道等于上帝，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一四九十三年一月四，三十五。耶和华 Yahweh， 耶和华 Yahweh 斜线 Yahweh 斜线，这个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永有的他，以及不生不灭。三十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居理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宰。三十七，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由一分为二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迪斯瓦米菲拉弗劳迪者，捉火瑜伽。三十八，约翰一书四点十三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约翰一书3:24，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39，神上帝老的灵住在我们里面。40，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41，五教阐道，佛家所言正法眼藏灵山柳枝净瓶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葫芦玄牝众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米目两目米目回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这个根如没有金活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42，经典印证。一，无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43，正法秘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副主摩诃迦叶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叶分作另座，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覆于汝，汝当护持。五灯会员卷一七佛释迦牟尼佛注：僧伽梨比丘三一之一，华裔为众聚十一，又称为大一，由9条至25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建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44，正法秘传，慧能集会祖义三古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未说金刚经至印摩所著，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
何其自性能生万法，祖之物本性，未会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四十五。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46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47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四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引道有声，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48.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四生六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身鼻蚂蚁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肚脐在世投胎为人。四十九，认归根。五十，修道目的在离苦得乐，唯有认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欲贤观，永脱苦海。五十一、五十二，黄慈氏，这恩师一直点杀生难报，重如山恩四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号哉？上超祖下英孙全凭师力，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黄十戒第七戒。五十三，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依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速拜真师反摇西。二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意，赞美诗词作高歌。三太上老君道德五千位严禁，速拜功常早归根。四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这个。五孔老夫子穷神之化之其旨，定静安律见本源。
五十四，古人云：白藕绿叶金莲花，三教原来是一家。三大圣人发信里，得了窍妙回老家。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一，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三，悟修道，本末倒置，实在可惜。五十五，老的奥妙，道在实义。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哉？”庄子曰：“魔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蹄败。”曰：“何其越下邪？”曰：“在瓦砾。”曰：“何其越甚邪？”曰：“在石溢。”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或之问，于坚是与兮也，每下欲旷。汝为莫必，无乎陶。”五，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篇前三者一名，同时其旨意也。庄子之北游第二十二五十六，老的心生负一。三山郭子离乃不得已。黄旭子十戒一戒。亦当初天未分混沌未判杳冥冥无人我空空一团。九六一元佛子先天同具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生来伴随来随去不离身边。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管无阴阳无对待治理纯然。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景闷倦来或下棋或将棋淡。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叶穿的是登云鞋仙衣仙衫。五十七，老的心生负二。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静静而应通万化万类根源。自从那骄子会气数已到为我命七佛治理昆干。万八载气数定天使成就又呆至丑会闷的使完全。清气生为天盘不至星斗浊气降凝为地湖海山川。至淫会天地交日月合照会阴阳合阴晕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太极洞黄极坤干。五十八，老的心生负三。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一本散万书哉，自无入有其奥妙，是神仙亦难尽言。天极成的极利万物齐备东土里无人烟缺少米难。那时节为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齐降凡间。屡次的岔缘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至凡。无奈何为我造下写九三山波哄醉了菩萨佛难。设一个大仙持其来洗澡趁机会仙衣鞋收回礼天。众佛子九心来不见面又不见仙衣鞋可在哪边。五十九，为娘我悲痛泪原子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恋。如若是仙衣鞋交与尔等而那个亦不肯再世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避冷饿了吃松波子可饮清泉。
众佛子如吊魂悲哀悲叹问我至何时方法加骸，言答三其末大开普度清烧疏清寂性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劫乃为收恶煞，血泪已驴盼子归，须用真心体会老的心声。末劫时期，把握金欠孝圣法贤，不畏考验坚守愿界，共赴龙华。六十，老的心生复四，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乘青龙跨彩凤无量尊严，在礼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乘骑青龙跨坐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六十一，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管，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团理气。理天已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束无管。六十二，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景，闷倦来或下棋或将棋淡，闲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理天之境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亦之所乐而为之。六十三，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液，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液，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六十四，蟠桃，十洲际，东海有山，名杜所山，上有大桃树，蟠曲三千里，曰蟠木。《武帝内传》七月七日，西王武将以仙桃四颗，与帝，帝时折收其核，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时，中下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六十五，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镜。静而应通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疆域，此的至虚至静，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六十六，自从那交子会气数已到，为我命七佛治理昆干，一元十二会，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会，开辟生人地天混，天地人灭灭灭顿，每会各一万零八百年，一元共一二九六零零年。七佛治世，三佛收缘。六十七，七佛治世，南方赤爱佛六千年，北方生育佛四千八百年，即一万零八百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三千七百二十年，西方有长庚佛七千零八十年，即一万零八百年成会，
西北方空古佛5284年，东南方龙野佛5516年，近10800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5800年，伏羲氏代礼佛500年，近6300年五会中。68三佛收缘，燃灯古佛青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红阳旗，掌天盘，灵山会，弥勒古佛白阳旗，掌天盘，龙华会。69万八载气数足天使成就，又呆至丑会闷的使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至天成就，丑会辟地10800年至的完全，智慧会数尽，智事圆满，生会圆灵收回，有会灭的，虚会灭天，会重回混沌。70清气生为天盘，不至心动，浊气降临为地，湖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布满着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重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重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湖海山川，此为相界所居之处。71至淫会天地交日月合照，会阴阳合阴晕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已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淫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叠相交替，阴阳阴晕而欲生万物品类。72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太极动黄极坤干，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逐静属理天，太极逐动属气天，黄极逐化属象天。73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74生化万物图。75天既成的既立，万物齐备，东土里无人烟，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亦齐备，这就是向天，亦称娑婆世界、堪苦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世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烟，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76那时节为我无奈之处，方舍我96子齐降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辟地，淫会需要有人降生，时机已至，老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黄之96元胎佛子一齐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77屡次的岔缘佛东土而下，
来一次反一次不肯置凡。于是老每次差遣元佛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七十八，无奈何为我造下血酒，三山坡哄醉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只好造下血酒，再三山坡哄醉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七十九，设一个大仙持其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鞋收回礼天。老还设一个大仙池，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鞋都收回礼天。八十，众佛子酒醒来不见面，又不见仙衣鞋可在那边。众佛子酒醒之后，却见不到老，又不见仙衣仙鞋。八十一，为娘我悲痛泪原子呼唤，尔众等速东奔莫要再恋。老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舒适自在。八十二，如若是先依邪教女儿的，而那个亦不肯再世临凡，老若把先依先邪教给原胎佛子，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八十三，折树枝和树叶遮寒避淋，饿了吃松波子可饮清泉。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避冷。若肚子饿了，就取松子、柏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八十四，众佛子如掉魂，悲哀悲叹，问我至何时方把家还。众佛子听了老如此吩咐，皆如掉失了魂魄一般，悲伤的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八十五，严达三奇莫大开普度，清烧书清寄信清度佛缘。老回答说，等到三奇末节大开普渡的时候，老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原胎佛子，告以回家之路。家乡信书、黄训子十诫以及先佛圣训都是黄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八十六，众儿女心犹疑，悲声大放，为我写合同赋予黄元。听了老的话语，众原胎佛子心中犹存惊疑，悲伤的放声大哭。老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原佛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八十七，自此我愿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灾厉人烟。从此黄之原胎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为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递人间烟火。八十八，
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令老内心好难过，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唐·李白《古风诗》：名利图煎熬，安得闲鱼步。八十九，至今时区只算六万年载，每想而在世苦心难安。自三山坡一别到现在，屈指算来已有六万年了。自淫秽生人以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六万年时光。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兼受苦受难，惶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六万多年。九十，今时下狱已至位降道，差三佛半末后普度收缘。现在时狱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缘，佛子老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三佛办理末后依者的普度收缘。三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九十一，如何与老同在？一，任理实修，依理不依人，修道任指真，依人一出错，依理是良心。二，行功了愿，天不能言，地不能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九十二，结论，儿的敦厚善良造就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坦荡照耀的淋漓清虚，儿的柔和宁静凝聚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感恩建立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我辉映的无边无量，儿的屹立不摇弃入的永垂不朽。本尊与分身关系。九十三。